你也想投资获利，全力打吗？避免在股市中当韭菜被伤着。你觉得你是韭菜吗？如何确定自己是不是韭菜呢？可以用以下三点来做自我评量。第一点，看到以下新闻说买买买，一下追航海王，一下追钢铁人，不是说这些股票就不好，而是现在在牛市中，这些股票大部分股价都偏高，可能一买进去就套牢，结果频繁进出又损失了很多交易成本。所以我们要有独立判断股票的能力，不然就要当韭菜了。第二点，朋友的内线。俗话说，千线万线都不如那条内线。对啊，而且朋友听到的那个消息都不知道是第几手了。如果听朋友买股票的话，你不是韭菜，谁是韭菜呢？那你觉得韭菜第三点是什么呢？过度迷信技术指标，像是 K 线、KD、死亡交叉、黄金交叉。对，我觉得这些技术指标，它可以辅助我们来判断股市的进出场时机，但是也只能当辅助而已。它绝对不是说有一个武功秘籍，你看着它，你照做就一定100%准确哦。当你过度自信啊，把技术指标当成投资唯一的工具，但是只要一到失灵的时候，然后你又忘记去设停损跟提一点，就会导致长期的小赚大赔，结果最后都是帮券商在打工，券商可开心了。所以我们投资还是要实际去了解公司的营运状况跟它的财报方面，才不会去当韭菜。那如果不想变成韭菜，想要学习正确的理财知识，过上理想的生活，那要去哪里学习呢？我这边刚好有一个每股60分钟线上教学，本来这个教学要是97美元，但是现在限时免费哦。那这个讲座大小会分享什么秘密，适合谁听呢？第一点，如果你是新手，将会教你新手该如何踏出第一步开始来投资。第二点，你已经有投资经验了，但是赚到的钱却不如预期。第三点，不想要盯盘，想要安心睡觉，但是又可以获得稳定的获利。第四点，想知道大侠是如何透过科学的投资，不再凭感觉，平均每年创造超过30%的报酬。第五点，想知道我是如何在2020年遇到股灾。那时候美国大跌接近60%，结果我呢在那次股灾中不但没有受到损失，并且一整年获利超过50%。如果你符合以上几种状况，那这个讲座就是为你设计的哦。听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承诺，为什么要相信你呢？ OK， 那这边我就来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86大侠，我投资经历接近10年，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钻研各式各样的投资商品，像是有期货、股票、外汇保证金、选择权等等的。我也曾受邀群益证券去担任他们的投资美股讲师，然后呢，我也在各式各样的大学演讲，像是名传大学、治理大学等等的。我也在股市中经历了跌跌撞撞，在市场中缴了上百万的学费。后来呢，我也找到一个可以稳定获利、安心睡觉，并且不用一直盯盘的投资方法，那就是投资美股。我也公开在我的 YouTube 86大侠频道里面，实际记录了我一天之内就花光800万买光美国好股，并且记录着这半年打败美国大盘，创造超过大盘1倍的投资绩效。那半年呢，就赚了43%。我现在大多就专注在投资美股，并且有少量的资金分散在虚拟货币上。那真的很棒哎，还等什么？赶紧点击下方链接去学习吧。那我们免费课堂上见哦。